今天的圣命灵粮旨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的话语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，由我来奉读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子，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这是神的话语，阿门。今天是四旬节的最后一天，是苦难周的第七天，礼拜六，主耶稣在坟墓里的日子。主耶稣从下午三点，在下午三点在十字架上断气，然后在下午六点从十字架上被拖了下来。查考犹太人的时间概念的话，从晚上六点到下一天的晚上六点，这叫一天。所以礼拜五晚上六点的话，那就成了礼拜六，这就成了安息日了。所以犹太人在安息日是绝对不会把尸首放在十字架上的。所以比拉多，他们要求比拉多能够把尸首从十字架上拖下来。请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，十九章三十一节写道，这日是预备日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，是这么说的。现在主耶稣呢，被在亚利马太的约瑟所准备的新坟墓里被安葬在这里。然后礼拜六，今天主耶稣在坟墓里。礼拜六主的脚踪，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。第一大题，主耶稣从十字架上被拖下来的时候，骨头并没有折断。第一，两边强盗的这个骨头是被打断的。罗马军兵去看这俩强盗还活着呢，所以就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打死了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，请看一下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，是这么说的。第二，主耶稣的骨头并没有被打断，这是应验了旧约的话语。罗马兵丁去一看耶稣，主耶稣已经死了，所以就不打断主耶稣的腿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，请看一下。十九章三十三节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根据这件事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是这么说的。那么到底是应验了哪句经文呢？在主前一四四六年，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。在出埃及之前，神让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羔羊让他们吃，但是呢，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写道，你们不要把这个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，而且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是这么这样命令他们的。
以色列百姓也不知道为什么得这么做，他们不清楚，但是因为是知道是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们顺从了。但是就是因为这句话语，日后就预表着主耶稣会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骨头不被折断，这就是预言的那个话语，谁能知道啊？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啊，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干？神有的时候还不告诉我们就让我们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对于神的这份设立，我们虽然那个时候不明白，但是我们顺从神的话，那通过这份绝对顺从，神的救赎使就能前进，神的设立就能完成啊。亲爱的圣徒们，在我们剩下的余生当中，能够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能够绝对的顺从着神的话语，能够成就救赎史，希望这样令人惊奇的做工能够掀起奉主的名义祝愿大家。第二大题，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也做了工，他是多么伟大的这一位啊，主耶稣明明死了，但是在坟墓里面也做工。第一，主耶稣死了之后，他的灵去到了挪亚当时死了的人，向他们传道，用灵借着灵去传道那些在挪亚的时候死了的人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下半节，请各位看一下，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肉身虽然死了，但是灵性说他是复活了。第十九节写道，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。明明他是用灵去向在挪亚的时候死的那些灵给他们听，就是在那些这个监狱里的灵，这些监狱里的灵呢，就是在挪亚的时候他没有顺从神的话语，你水审判洪水审判的时候遭受洪水审判的那些人。二十节请看一下，二十节写道，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明明是这么说的。主耶稣死的时候，世人，哎呦，哎呀，结完了完了，哎，他不是说他神吗？他怎么死啊？哎，现在耶稣他完了，哎呦，耶稣也都死了，没有，他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啊，是这样来这个嘲笑主耶稣的。但是主耶稣呢，虽然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但是他依然是神呢、亚利马太约瑟的新的那个坟墓即便安葬在此，他依然是永生的神。神死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死对他来说能成什么问题？什么？他死无法成为神的这个障碍物。虽然他肉身是死了，但是主耶稣依然是神。神呢，是永远永生的。因此，主耶稣可以说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其实没死，他依然是做工的，他依然是进行着推行着救赎史，朝向救赎史的完成在做工呢。真的是令人惊奇的设立。今天我们只要进入到这位主耶稣里面，那么对我们来说，死对我们来说不成任何问题。所以今天请不要惧怕什么新冠的病毒，也不要惧怕死亡，战胜死亡复活了的主耶稣，只要进入到他里头，战胜死亡得胜的，希望我和各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。第二，主耶稣死后
使得我们从罪当中得以解放，为我们打开了走向神的道路。主因着主耶稣的死，我们从罪当中得到解放，为我们打开了走向神的道路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上半节，请看一下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主耶稣是永远的义人，我们是不义的，他替我们这个不义的，是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呢都是罪人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因着亚当这一个人罪进入世界，因着罪死就临到众人，是这么说的。但是主耶稣呢，为我们背负了所有的罪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从罪人变成了义人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，请看一下，如今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，是这么说的。这是多好的一句经文呢、罗马书六章六节，请看一下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现在我们呢，不再是罪的奴仆，乃是义的仆人，我们成了义的器皿。主耶稣被埋在坟墓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罪也被埋葬了，我们的旧人也一起被埋葬了，这是多好啊。因此，不要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要成为义的仆人。归荣耀给神，奉主的名祝大家。结论：主耶稣的复活，那就是我们的复活。罗马书六章八节，请看一下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跟基督同死的话，那就要信必与他同活。因此，主耶稣的死乃是我的死，主耶稣的复活那就是我们的复活。现在，明天，复活主日，主耶稣打破死亡权柄，清晨复活了。那个复活，那就是我们的复活。那么，主耶稣被葬在坟墓里面，所有的新冠状病毒也相信也被埋葬了。通过今年的复活主日，所有的死亡权柄，甚至连新冠状病毒都能够推除，能够凭借着信心能够起来，能够得胜的，我们平康的圣徒，大韩民国，全世界神的百姓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。奉主的名义祝愿大家，亲爱的圣徒们，明天是圣洁的复活主日，像这样代替我的罪受死，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怎么去感谢神呢？今天我们能够真心的祷告，我的玉瓶是什么，我们去祷告准备，明天复活主日的时候，凭借着信心能够浇灌在主的身体上。主耶稣的复活，那就是我的复活，成为大韩民国的复活，成为各位家庭所有家人的复活。奉主的名义祝愿大家，祝愿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2020年度特别清晨礼拜，另外每个晚间通过神人元老牧师所宣布的宝贵的话语，特别苦难周集会能够让我们领悟领受恩典，表示真心的感谢。父神，主被安在
安葬在坟墓里一样，所有的旧人，所有的罪恶，也求您帮我们埋葬，甚至就连新冠状病毒死亡的权柄，也求您帮我们埋葬。现在就像主复活一样，我们的家庭、职场、事业，我们的祖国大韩民国，全世界所有话语的教会，能够把复活令人惊奇的恩典能够赐给我们。此时此刻，在痛处，或者把右手放在胸前，我们希望向神恳切祷告。这不是我的右手，乃是主沾染十字架宝血未干的手，那个亲自按手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，所有的病魔啊，所有的黑暗啊，都退去吧！所有的病魔啊，都退去吧！主就像主复活一样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复活。现在新冠状病毒能够完全的歼灭，全世界和平能够再现，救赎使坏运动能够更加的扩张。主啊，求您能够帮助我们。父啊，求您能够帮助我们，主的复活能够成为我们的复活。今天按照我们的祷告，相信都会帮我们成就。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尊贵的名恳切祈求，阿门。接下来新冠状病毒能够早日的终止，还有4月15号总选，还有我们祖国大韩民国能够守护自由民主主义，能够神所喜悦的领袖，能够体会百姓的痛苦，能够为百姓擦泪的真正的指导者能够当选，还有各位家庭里的忧患疾苦病魔带着经济问题恳切向神祷告。用主祷文结束，希望各位能够领受大大的恩典，谢谢。